是 Jerry Show。
那么 Double One Production Company Limited 的何国才先生，谢谢，特别感谢大家很支持蔡的支持，谢谢。最后啊，最后我要感谢我们这个演唱会的制作导演、制作总监，全部的排练或者歌都是我和他来选的。杨小龙先生坐在那里，谢谢谢谢，也是因为他，我才可以有今天，才有机会能跟香港的朋友们见面，谢谢。那么，下一首歌是一首。